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宇兄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对，今天呢就是来做一个 KK Bus 的小测试，那就是顺便唱歌啦。超多人想要叫我 cover， 但是我就是不会一整首歌，所以呢就是这个可以唱一小段，然后呢做一个有趣的实验给你们看。那它这个呢是音乐辨识，就是你哼歌，然后它就会有那种对，就是音源辨识，然后就会查出这是什么歌。那就废话不多说，赶快来咯。我用哼唱，它有音乐跟哼唱，那我用的是哼唱。好，我等一下把那个荧幕放在那。好，首先，我一个人的思念，一个人的空间，一个人的想念，两个人的画面，是谁的眼泪？哦 ，yes， 成功。再来第二首歌。摘一颗苹果，等你从门前经过，送到你的手中，帮你解渴，像夏天的渴。哦，成功了！好，再来呢？我想一下。好，下一首歌要什么呢？修炼爱情的心酸，学会分好以前的渴望。过去那些信仰要忘记。哦，又成功了 ，yes！ 好啦，最后两首了。对，这个时间不能太长，对，不然唱太多首歌。不然什么？以后别做朋友，朋友不能牵手，说爱你的冲动。它不是最佳选项哎，它是其他结果。不过还算是 OK 啦。好了，最后一首了，我想一下。好，要唱什么歌啊？哦，好烦啊！我想一下，好，是我还不够好，所以他不愿承认，承认他还想要闹，保持着暧昧。哦耶！好啦，那今天这个挑战呢就算成功了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请在下方帮我点一下喜欢，并且订阅我。如果想要持续追踪我的动态，请到不知道哪边去点一下我的 Instagram。那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